iPhone APP， 然后点击右上角加号这里，然后扫描一下它底下的那个二维码，点下一步，然后输入 WiFi 密码，然后现在就正在通过声波连接了。好，现在它已经通过声波连接成功了，那它已经绑定成功了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整个拍摄的画面，它有极速、普清、高清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极速，极速的话呢，它是拍得清那些物体，但是相对来说呢，它的细节是没那么清晰的。然后另外一个是普清，普清的话呢也看的是比较清晰的，作为一个日常来用的话是可以的。然后最大的那个就是高清，高清是400万了，就是我们这个机器的400万像素，然后呢是可以看得非常清晰的，放大那些细节来看的话也是非常清晰。